迎接万圣节热潮，有百年历史的阿里山宾馆也要搞鬼。饭店首次将历史馆二楼打造两大主题房，一间是喜堂，有着哀怨无神的鬼新娘；另外一间则是惊悚灵堂，有满嘴鲜血的吸血鬼，从房间到走道都充满阴森诡谲的气氛。餐饮部还推出各式各样搞怪甜品。阿里山宾馆总经理崔洪光表示，历史馆有不少文物是阿公阿妈级，吸引很多怀古的游客。这次是百年来首次搭配万圣节举行搞鬼活动，希望让更多年轻族群用不一样的方式一游阿里山宾馆。21分之10、22、28、29、31入住阿里山宾馆就可得到一张免费鬼屋入场券，前30名还有精美小礼。万圣节当周10月26至31日活动期间，阿里山宾馆还推出各式各样搞怪甜品。捣蛋派是经典南瓜派，上面撒上苦甜巧克力粉，点缀出捣蛋笑容。另有浓郁起士搭配南瓜甜馅的南瓜先生 Say Cheese 蛋糕。如果想要挑战不一样的重口味，还有惊吓程度破表的脑浆丝意，虽是惊悚模样，入口却是冰凉的杏仁豆腐，佐以浓稠的覆盆子果酱的创新口味，视觉与味觉冲击的落差，营造出满满的万圣节氛围。再加上各种季节限定的杯子蛋糕，要让住客有满满的节庆体验。阿里山宾馆 05-267-9811 详细活动及商品内容参考官方网站 http://alishinehouse.com。 TW 百年饭店夜搞鬼，阿里山宾馆万圣节开鬼屋趴，图阿里山宾馆提供分享。